虾子吃到饱第二集。哦，我讲买啊，这个无，提微波炉啊，把它微波出来，然后那个有那个同学跟我讲说，沾这个海，迄个啥山葵加迄种豆油哦，哦，好烧嘞。我也会惊嘞，哦，足想去食日本料理，有够鲜啊！你毋知是迄个无钱食龙虾哦，去买这大只虾仁来用，真正会知。我这吃虾吃到饱，这真要挡口味的，真正非常的重口味哦哦，我真正真正食遐食遐饱的，食几点的啊？食中昼，因为那个虾子没有吃完不行。啊、oh.